哎呦喂，来客人了。你在寻找价廉物美的瓷器吗？啊，你还挺爱管闲事的。看来在陶土林这儿还是第一次。说起失心图啊，其实就是以前，虽然战争结束后他们都回到了各自的故乡，但是由于战争后遗症的影响，个个以前他们也不常来这下面，这里的人都非常害怕他们，也许在他们脑子里现在还在打仗呢。情况都如此，真的吗？若你真能如此，我定厚礼相待。祝你好运，路上多保重。现在无法使用。使用。